这是第28块瓦片。他们说，海是这个世界上最深邃、干净又透明的东西。我想，那是他们没有见过你的眼睛。今天的小故事是星星。海鸥姑娘冲向海面，想要抓住那颗星星。然而爪子碰到星星的瞬间，星星变碎了。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后，她急得哭了出来。一颗星星在她的眼角出现。星星说，不要哭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我想，我大约是看见你好的消息，我也就能安心了。